本分局于今日早上8时许，接获民众报案，称于本峡公园路段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之交通事故。警方到场后，经了解，2部自小客是同向行驶车辆，于停等红灯时不慎造成追撞。警方依规定对双方驾驶施以酒精浓度测试，后方追撞自小客车之驾驶酒精浓度值已明显超出法定标准值。全案警方依规定处理，并依违反公共危险罪依法重办。警方在此呼吁，酒驾零容忍已是全民共识，未落实防治酒驾政策，本分局举例酒驾案件绝不手软。本年度迄今已举例559件，居全警局之冠，且未督促相关业者尽善社会责任，只要查获酒驾案件，必定落实溯源工作，前往该处饮酒营业场所宣导喝酒不开车、指定驾驶、酒后代驾等观念，专管其下，立足罪犯。